辜負你啦。唉，真係慘啊！我張機票啊，而家點算啊？點算啊？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喂，你睇住第一局，你贏緊啊！我走嗰陣時，我追住阿光頭仔。佢一路保持住個速度。你捏住嘅，去到十幾嗰陣時都捏住嘅喎。點解咧？佢冇乜懷疑過自己啊！仲有佢打法一路就咁樣打，佢比較堅持咯。跟住我有啲波俾佢頂咗幾個之後，我依度有啲落咗嚟啦。跟住變咗失誤又比較俾佢多，變咗俾佢就創造到佢個機會出嚟。我控制唔到自己球場有啲波嘅出手啊嘅弧度啊，即係自己即係技術，即係因為依度落咗嚟，所以控制唔到。你係攰咗定咩啊？因為琴日。有啲影響啊，有啲攰啊，但係我覺得信心都仲係有啲唔夠。但係我見你開頭個信心好大㗎，第一局你捏住捏住捏住，跟住我走咗，一翻到嚟你已經係差唔多輸咯。第一局慢慢打，打到後屘係自己中途影響咗嗰一下。影響乜嘢？點樣影響先？俾佢一路逼我後邊，我有啲辛苦，跟住依度就開始落啦。一落少少有少少，佢就偷你雞啦。佢就開始，佢就繼續啦，因為佢其實冇變嘅，因為我有啲落。佢即刻趁住個機會，佢就趁住個機會，咁佢咪可以攞好多分。有待改進，有待改進。第二局咧，第二局咧，第二局你係好似由頭到尾都落後噶，後屘係你後屘追翻幾分噶喎，有翻少少起色噶。整體嚟講，第二局就速度都比佢慢嘅啦，嗰下。跟住第二局係睇下佢後邊，其實都仲有啲機會啊，因為佢領先啊嘛，咪搏佢有少少鬆咗，咁咪可以趁呢個機會睇下可唔可以偷翻上嚟。但係後屘又有幾個運氣波咁樣，咁就追唔到啦嗰下。其實開頭我望你，我睇你打咧，你已經係，我覺得你好有信心，你應該贏到噶。第一局已經開始，會唔會揸得唔好咧？真係有啲啦，捉唔住嗰個一開局嗰個機會咯。跟住有啲點講咧？打緊嘅時候可能一路有啲窒住窒住咯，自己有啲窒住窒住，始終之前輸過俾佢啊，嗰下你輸過兩次啦，輸過兩次啦，跟住嗰下，所以一上去其實個信心係有喺度嘅，但係慢慢打一路對抗對抗，我就開始俾佢落，我就知道我有啲頂唔住咯。教練點樣吩咐你先？練經。叫我的速度要跟得上他的節奏，那我才可以創造到我自己的東西。我看他殺球都 殺死你很多球，真的。因為他逼得我很緊，然後我出一些球的球速沒有，就變成他很好打。那麼滿不滿意？滿意，真的滿意。有待美中不足啊，四個字美中不足。大佬啊，又說有機會可以打到明天。啊！點算啊？我想打埋聽日呀！咁而家點？而家點？跟住去邊度？跟住去明洞買嘢俾你女呢個唔係女朋友啊，未嚇係吧？有未婚妻係咪真係爭好遠啊？啊！有一個叫做早嗰排一個訂婚咁啊，激動到你打得好啊，淨係點啊？推動力咯，一定有。有推動力啊！多謝佢，多謝所有人。嚇！多謝嘉樂，第一個要。唔係嘛？我哋何德何能啊？有機票我先去嗌到你度。咁啊，今晚點啊？食豬手啊？今晚睇下啦，未知有好多嘢食呢度。嚇！食唔食豬手啊？都可以啊。嚇！成班香港人話去食豬手啊！你跟唔跟晚一齊去？係咩？係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嚇！真係㗎。咁跟啦。嚇！佢哋有車 book 咗架車喺依度去機場，去一間完咗即刻食噶，你去唔去先？好啊！咁啊，係咪帶我去買嘢啊？明洞啊！係咪今晚先？哦，今晚。好，一於係咁話，唉，你真係望下你個樣先。啊 ，selfie， 真係好波啊，唔係假噶，不過冇辦法啦。啊 ！Thank you。唉，我食，哎呀。